我们再回到丹麦这一场球，其实丹麦队的这些场边的教练和队员肯定是觉得这球我们是赢了，但是希望男双的这一队能够快点拿下，大家早点回去休息，准备明天的半决赛。对，判断失误，对，都已经起跳了，结果还把谁球放了、嗯、还是他的正手、嗯、对，五比二，这个平快球发的也比较成功，让对方有点措手不及。对，他发球比较突然，所以他有时候这个发球也是看心态，他如果是想偷的话，其实他很容易就是偷发，他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犯规，他如果是比较正常比较心平气和的去发，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不那么容易被判。这个两边的调动非常的好，就是你刚击完球，脚刚落地，球那边都已经快落地了，你就得去不停的去追，在这种情况下去处理球，质量肯定是不够的。Nej, stop boldene, når I kommer frem. Lad smide dem lige en lille vinkel ind mod midten. Det danmærkisk lyder meget som tysk. Åh, en mulighed. 接外了，出了底线，六平。第三局了，可能大家这种精力上面都有所下降，所以会造成一些无谓的失误。这个球是鲍伊以为就直接扑死了，没想到对方回过来球质量那么好。对，就整个注意力，我觉得中华台北这一队要更集中一点。对，这个精力投入程度，然后兴奋度也会好一点。嗯，鲍伊摩根森整个确实没有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，场上显得也不够兴奋的，就是好像这个能量也释放不出来。发挥的不算差，但是绝对不能算好。三号场地第五场混合双打比赛，由来自波兰的卢卡斯·莫伦、纳蒂斯达·希尔巴对阵来自荷兰的戴里·科达布克斯·萨汉沙·巴尼。On turn number three, we have Lukas Moring and Nadisa Virba from Poland. The first is Karabas and